委会109年推动客语为通行语，成效平和，苗栗县再获得优等佳绩，连续3年蝉联全国第一名，完成3连霸了。不仅如此啊，县内乡镇市公所的表现同样也是可圈可点的。县府召开了记者会，表扬获奖单位，也与乡亲共同分享荣耀。爷爸，一天做得太光阴真个啦！哎呦，眼干伤我，题目暗中又得个幽默唱歌，眼就冲。桐庐国小学生以客语大追故口说艺术表演，将乃公哈苗栗清腔记者会四大主轴内容清楚说明。苗栗县是客家大县，致力推动客家事务，从107年开始荣获客委会评核优等，创下3连霸佳绩，展现落实客家基本法的成效。县政府虽然无专职的客家事务局，但是大家局处吼，尤其安尼教育处吼，咩真重要诶。不少安尼公共人员嘅客语认证通过率，还有各校嘅学生嘅客语宣读嘅覆盖率啦吼，有85%。提升客语公务能力，县长徐耀昌今年带头与县府单位主管一同报考客语认证。而18乡镇市中有12个公所获奖，多位乡镇市长也通过初级、中级甚至中高级认证。桐庐国小校长谢美桃更荣获推动客语教学语言绩优个人奖，再再展现推动客语为通行语的用心。亚力可以讲推动客家话有所成就啊，所以今不见1/3的乡镇市长都有带头奖。比如安尼含那个一般的安样处所，继续哦，对安尼客家话来发扬光大哦，因为恭喜所有的乡镇市公所，各含有安尼谢美桃谢校长的个人的绩优，一个可以认真的哦，有五张乡镇乡镇哦乡镇来恭喜哦。对于苗栗县政府各局处全力将客家融入业务推动，乡镇市公所也全力配合，客委会主委杨长正高度肯定，并以身为苗栗人为荣。年年安尼苗栗可以讲哈，拿到清河神节，县市政府乡镇公所啊，整体来讲，讲实在啦，听一名的哈，老人家才太解啦，啊，还才太解，所以身为苗栗人哈。我也知道我的故乡哈，大家对安尼嘅母语有安样嘅热心，安虔诚来做两件事情，啊，非常的感动。县府透过记者会表扬获奖公所、及由个人及通过客语认证的乡镇市长，期盼有更多生力军加入推展客语行列，让客语成为日常主流通行语，营造客语友善环境。